年62岁嘅香港天王周星驰星爷淡出幕前做导演好耐啦。虽然星爷开咗 Instagram 同 fans 互动，不过就好少露样，一直好神秘。只不过星期二，星爷突然之间喺限时动态 upload 咗一张佢同10位入围喜剧之王单口季决赛参赛者嘅合照。相入面星爷罕见咁露出正面，虽然年过60啦，但系风韵犹存。星爷的感情史一直都是谜团，有传他早年和性感女神朱茵有过一段感情，不过两人最终分手收场。朱茵曾经大爆自己被男朋友背叛，更加试过捉奸，不过男主角是不是星爷两个人都没有回应，这段感情最终都是不了了之。